小孙，刚刚听一个朋友他要卖淘汰母猪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，现在的一头淘汰母猪能卖多少价格？好，大家一起跟我去看一下。准备装猪了，谈好了，三头母猪，2100块钱。这个品种还好的，这个品种。哇，这母猪。啊，应该养了好多年了。走，走。